一阿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KPL 职业选手武汉 A12 Pro 花海。今天给大家带来《王者峡谷》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打野英雄纳可露露的教学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大家跟我一起了解一下技能。纳可露露的技能都非常简单，被动技能每次技能命中后都会强化下一次普通攻击，对目标造成额外伤害。一技能，纳可露露召唤飞鹰攻击目标，造成伤害并添加标记，再次造成伤害就能触发印记造成额外伤害，并减少一技能的冷却时间。二技能是一段位移，触碰目标可以造成伤害并恢复自身生命值。三技能，纳可露露和飞鹰并肩作战期间提升移速，再次释放会向指定位置攻击，造成范围伤害和减速，并减少敌人的输出。了解完技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纳可露的连招，一共有两套，最常用的是 1A2A， 非常简单。第二套是完整连招 3A1A2A。只需稍加练习就能轻松上手。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纳可露露打野的小技巧，刷有多个目标的小野怪时，可以将一技能拖动到血量最高的野怪身上，这样打得更快。出装和铭文我推荐用这一套。以上就是纳可露露教学的所有内容了，希望大家学会后可以在王者荣耀中玩得开心， carry 全场，一路连胜。超超